比三啊，兩粒球都係去一粒助攻，一粒入波。而家個 star 啊，唔係前鋒嚟嘅，係 replace 換第一個 star 啊嘛。第一個 star 都決裂咗同 Chelsea。嗰個 Conte 又係啊，又 SMS 人嚟，同佢講我唔愛你咗，啊佢又爆我 SMS 出嚟。哎，如果唔係嗰啲中東嗰啲油股，有邊個多錢買啊？買成兩三個啊，大佬！兩三個都係後衞嘅，後衞吹啊！反而今年我會，如果比較出名，我會放托定行，托定行邊度？托定行邊度？得閒我哋賣都冇買，一個人都冇買，賣到就係呢一樣嘢。賣咗一個俾我哋啊嘛 ，Kylie Walker， 最後一個。睇太多人太亂啊！啲嗰啲合作，即係嗰個實嗰啲合作性唔夠啊。得定係？得定係唔夠？呢班人已經可以打到第二年前啦。要兩個咩？好後生，得定係啲人好後生，好年輕嘅。如果咁快嘅，我個腳喺度掙，就梗係掙啦。得定係每次有歐冠，佢哋又分心嚟。佢哋成日撐得唔到，即係我哋以前講嗰啲咯，淨係做佢係門口狗咯，啲國外打就係啊，出到國家啲國賊，連第二圈都去唔到，唔係啊，小組賽最尾一名，最尾一名，第三名。